哎，走了，别多管闲事，走了走。怎么回事啊，小王？盛总，前面有人摔倒了，好像还挺严重的。那赶紧下车去看一下。盛总，马上赶不上飞机了。没事吧，小兄弟，露露，赶快过来帮忙。盛总，盛总，你快来，他的腿好像挺严重的。小兄弟，我先赶紧送你去医院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还要继续送外卖，谢谢你们。你这要是何必呢？我女儿还小，老婆动不了了，爸妈也老了，我这一去医院得花多少钱啊？我们全家都指望着我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。小兄弟。 这里有袋零食，我是买给我女儿的，你带回去给你女儿吃。生活啊，就像这块巧克力，总是有苦有甜。男人肩上扛着太多责任，加油！钱算我借给你的，两年为限。盛总，你知道你身上哪一点最有魅力吗？是什么？你说说看。 善良，但是今天的飞机可是赶不上了哟。抖音。